咱们的团子单姨又来教学了。外头傻，邹文你服不服？不服。祭天不大伤房解袜了，浑身上下足最硬。大姨向用气唱雅致笑华生，我哈猪啊，华生别看笑但恨杠。大姨气得一肚子火，大橘毛一定要趁早，要不打了就打不过了。笑华生作为橘毛，那是特别能吃，但长辈还是想以熏吃为主。华生实在是捡起底毛啊，看到这样的毛不要两口浑身难受，气得大姨直摇尾巴。但华生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奸气，气的大姨也跟着满地打滚，无语死了。但华生还是想见一见，一看又打起来了，又开始你瞅啥瞅你咋地了。你不要看小华生同学低下头，好像服输了的样子，多亏大姨专业，一个抱水破了华生的奸计，又来。又被甩在了地上，但华生同学就是皮糙肉厚，不但皮毛厚，表厚脸皮也非常厚，反正人家就是不服输。团子大姨也是有真本事，这么快的进攻都能反应过来，就问你服不服？服了。一看华生又开始捡起鼻毛了，通常来讲，毛可动物露肚皮是屈服的表现，但大姨知道华生的性格，他肯定是养鼠。大姨就静静地看华生在这装，你看他还能翻滚转圈圈。大姨赶紧挪个地方继续看他的表演。你看华生他一边转圈一边看大姨的反应，讲还是老的辣。大姨趁其不备果断出嘴，让你在那转圈，看你还得不得色了。华生同学发现自己的奸计被识破了，赶紧一路连滚带爬地溜走了。我还会回来的。